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哦，上次我不是说我参加烘焙比赛吗？很荣幸我进入了前20名，这个月的23号我要去上海参加总决赛了。废话不多说了，今天有两个蛋糕要做，一个8寸一个6寸，我以前一个同事订的。我现在用的是7档打，这个奶油打得特别的细腻。剩下的给你吃。好的，谢谢爸爸。去玩吧。好的，怎么没有条根？怎么搞？你自己去拿一个条根。再把第二层放上来。感觉这个造型做6寸的可能更好看一点。一点小花蕊。祝我好运吧，如果到时候有空的话，我让我老公现场直播给你们看送蛋糕去。他太客气了，我只给他送了一个6寸的蛋糕，他还给我带了一个这么大的榴莲，还有这个阳光玫瑰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。